Hello， 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声音画面有冇问题？有冇问题都留下言啦 ，OK？ 声音画面有冇问题都留下言吓、啊，感谢晒。啊，睇下要唔要开灯，好似有啲暗啊。虽然话大家都系听为主。可能開下燈會好少少咯，嚇、啊！聲音畫面 OK， 幾好幾好幾好。好，沖完涼啦，拯救世界英雄，沖完涼啦，冇咁快入主題嘅，應該一般都十零分鐘先入主題嘅，係啦，咁啊誒。偶然與想像咧，呢個係其實好早之前就話要講嘅，咁就一直冇機會或者係我偷懶啦，反正就一直冇講。咁啊，上個禮拜就已經預告過，今個禮拜一定要講下偶然與想像嘅，咁都滿足一啲朋友希望我講啦，咁我就。今次就定咗呢套戲啊，未出專輯啊，未出專輯啊。今日應該會少人啲咯，我預計，因為呢套戲係比較偏文藝啲嘅，就唔係之前怒火啊、黑寡婦啊嗰啲係比較商業性，性質比較強啲嘅。咁其實站在我自己個人角度咧。我就肯定中意，肯定係中意呢一類電影大於一啲商業片咯。我自己啊，個人喜好啦，喜好問題啦，即係呢一類電影嘅嗰個後勁係幾大嘅，就好似《偶然與想像》咧。我當時睇完之後咧，我覺得啊，幾正啊，跟住後邊再回想起好多位咧。我發現個後勁真係幾大喎，係啊！求問成哥，澳門邊度有上畫？澳門好似冇上畫啊！但係呢套戲咧，香港之前係有上映啊，係一直都有上映，澳門冇啊，冇啊，所以好唔好意思地講一次啦，就係今次我睇呢套戲咧，其實係睇翻版嘅，係。是看網上的資源的，即如果大家真的想看，其實網上可以找到的，但具體在哪些網站呢，我就不方便去講，我覺得這樣好像傳播這件事，傳播號召大家去看盜版、啊、我不是這個意思，但主要是真的、偶然與想像在香港呢上映了至少有個多月了，但澳門這邊是沒有任何消息，是沒有任何消息，直情係戀愛電影館都冇上映嘅，咁我都知戀愛電影館跟住落嚟佢哋嘅主題係乜嘢，所以我都覺得咧佢哋應該唔會上映。但係講真，如果戀愛電影館上映嘅話咧，我一定會再去睇翻嘅，係啊，因為我個人幾中意呢套戲嘅啊。大家見到我嘅標題上面已經寫住啦，八分，所以唔好問我打幾分啊，我直。頭喺個標題同大家講啦，八分，定係下次咧喺標題都寫到明幾多分啦？啊，咁啊，大家自己一睇到個分數，有個大概嘅答案啦。啊 ，Come I am from 哦，馬來西亞嘅朋友，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我對馬來西亞都幾有感情嘅。啊！特別多 fans， 我以前又喺馬來西亞讀過書，不過讀咗兩年冇讀啦。啊！我記得馬來西亞有個地方啊嘛，即係吉隆坡嗰度有個 Town Square， 好似係呢個地方時代廣場。咁啊，嗰陣時我哋就經常搭火車啦，直接過吉隆坡嗰度玩咯。咁就去呢個地方，去呢個地方，因為個商場幾大嘅。澳門啲電影硬件真身，係
係啊，到依家澳門都未有 IMAX 戲院嘅，即係我可能沙丘呢，我估計到時候我會去大陸睇嘅啦，係啦。戀愛電影館可能一炮過做崩口粵，我覺得應該唔會，因為崩口龍介首先佢嘅作品唔算多嘅，唔算多嘅。佢上一套係睡着啊，好醒來也罷。跟住再上上套係《歡樂時光》，《歡樂時光》佢要播碌柒嘅咯，4個鐘喎，4個鐘喎，佢要播咁長，確定啊？係啊，就特別長咯，所以我覺得未必會做濱口龍介月嘅，係啊。係啦，開頭我哋可以傾下偈仔嘅，咁啊，我想人多少少呢，我先正式開始講呢套戲。講真，呢套戲係一套文學性特別強嘅一套電影嘅。嚟廣州請你食飯睇電影，哈哈，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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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計咧，沙丘嗰套戲呢，我想睇 IMAX 嘅，我可能會去珠海。珠海有一個 IMAX 戲院嘅，我應該會去珠海睇，係啦，我就肯定我唔會喺澳門睇咯，啊，我會去珠海睇最好嘅環境度去睇呢套戲咯，因為沙丘肯定係典型嘅 IMAX 為主嘅電影嚟嘅，佢同諾蘭嘅天能都一樣啊，都係嗰種咧，即係話你有啲肯定係要去最好嘅。配件最好嘅環境去睇呢一類作品嘅，因為佢入邊有好大量嗰啲大製作啊、特效啊、呢啲全部都係為 IMAX 服務嘅。因為 IMAX 一般如果一套電影咧係專門做 IMAX 嘅話咧，咁 IMAX 嘅嗰個佢哋嘅畫幅咧係比一般嘅電影係多少少嘅，成哥有冇睇？花束般的戀愛，未睇，不過好多人推介，我有機會都會睇下。廣州啲戲院好撚正，係我有聽講過咯。有 IMAX，有，反正即係我記得，嗰陣時李安嗰套《雙子殺星》啊，就喺各個地方咧，就得少量嘅幾個地方先有。可以睇到《雙子殺手》，因為佢係120格嘅戲，咁啊個清晰度啦，咁啊所以咧，我記得廣州好似有一個咯，萬達定係邊度唔記得啦。沙丘超期待，係咯，沙丘我好期待，我覺得唔會太差咯，係啊。點睇 3D 電影啊？要睇戴眼鏡好辛苦。睇過主創佢哋嘅初衷咯，即係我又唔覺得，即係話一定要睇 3D 嘅，即係其實我都唔中意戴眼鏡嘅，要睇咯，即係我你好似阿凡達嗰啲，喂頂你唔可以唔睇 3D 噶嘛，係咪先？佢為呢個而拍噶嘛，有一啲戲係真係要睇 3D 嘅，但係有一啲咧我就覺得不必啦。馬來西亞戲院今年都唔知開唔開得翻。哇，慘！不過講真喎，馬來西亞嘅電影咧，聽講今年有幾套都幾正喎，我一直想睇喎。一個叫藍毛啊，巫師嘅毛啊，藍係東南西北嘅藍，藍毛。跟住另外一套咧就係嗰個叫咩啊？六七。另外一套叫《追擊野蠻人》啊，係咪啊？好似叫《追擊野蠻人》定係咩？我唔記得咗，一時之間，即係佢喺嗰個平遙電影節咧，係唔係 First 電影節啊？First 電影節咧係好多人討論嘅，好受好評嘅，係啊，《野蠻人入侵》啊，係啊，《野蠻人入侵》啊，馬來西亞似乎佢哋馬來西亞啲戲咧開始崛起啦。哈維·温斯坦今日喺獄中身亡，喂，竟然呢、這個真係啊！
咁如果我早啲知嘅话，可能今日嘅主题就讲下哈维温斯坦嘅艺术人生，怀念下佢。不过应该唔会怀念佢嘅，即系利与弊咯。我觉得佢自己都抵死嘅，佢自己都抵死嘅。咁啊，近排仲有个咩新闻？仲有咩新闻咧？影視新聞，我突然之間醒唔起有啲咩影視新聞嘅。我近排我記得好似有單嘢咧，都一直大家討論咁啦。哎，我醒唔起啦，碌柒醒唔起添。啊，咁啊，在線人數77啊，再傾多一陣開始啦。我估計睇嘅人都唔會太多嘅。好啦，再一次問大家啊，有邊啲朋友係未睇呢套《偶然與想像》嘅？有邊啲朋友未睇嘅？因為等陣間會涉及大量嘅劇透環節嘅，係好劇透噶啦。因為佢呢套戲咧，你唔劇透地去去討論呢套戲咧，佢就你幾乎講唔到嘅，你好難講啊！你一定要劇透噶啦，係一定要肯撚定要劇透嘅，啊呢套戲係必須劇透地去講嘅，啊有冇朋友係仲未睇呢套戲嘅？偶然與想像，原來套野馬分奔啊呢、這個字唔識讀，早過香港上畫，啊係。在戀愛電影館上映了，啊，Spider-Man 新吹啦，有什麼評價？就還好咯，即係佢除非係出現了三代同堂，我才會很哇咯。即係佢依家出現一個八爪魚博士，屌你呢個好早之前就已經流出的消息啦，所以我覺得就真係還好嘅，還好嘅，還好嘅，就我唔會話特別特別特別期待。張吉安導演，我不知道，聽你分享再去看，不太介意。看了《綠衣騎士》未？哦，還沒看啊，sorry 啊，未有時間啊。啊，廣州融創萬達 IMAX 又可以看戲又可以滑雪，哇，幾正！有未看，不過要聽劇透了。熱唱吧呢套戲有冇你份？啊，冇我份嘅，冇我份嘅。咁我純粹支持下澳門電影啫，冇我份嘅，冇我份嘅。好咯，咁啊，我見人數都幾多嘅，咁我哋就真係認真開始講下呢套戲嘅咯。喺講呢套戲之前咧。先問下觀眾朋友啦，咁多嘅聽眾朋友，有冇人咧係睇唔明呢套戲嘅，係完全睇唔諗明嘅？我想靠下呢邊，有冇朋友係完全睇唔明嘅？啊，完全睇唔明可以留句言啊咩嘅？有冇啊？有冇啊？見仲未有人覆啊？等緊大家覆啊！唔怕唔怕，時間仲早，可以慢慢討論。等緊大家覆啦，因為我即係呢套戲嘅後勁太強啦，我會好我好想講呢套戲啊！其實係嗰種狀態已經同之前嗰啲唔同啊！之前嗰啲可能係大家想我講呢套戲，但係我自己個人覺得還好。而呢套戲咧係我真係睇完之後，哇！好想講啊！好似上次怒火都係啊，睇完之後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同大家講下我嘅心情啊，對呢套戲嘅睇法啊，咁樣係啊。咁啊，由於都過100人啦，哇，估唔到啊，呢套戲都可以過100，真係好難得啊，好開心。咁我哋就講下呢套戲
我打個分數先啦。首先我自己其實已經打咗嘅8分。我覺得係，哇，咁樣講會唔會太吹，即係太吹捧佢啊？我覺得《奔口龍界》呢係亞洲導演嘅希望啊，希望啊，真係咁講，亞洲電影嘅希望啊，都可以咁講。大家知唔知《奔口龍界》呢？佢有幾勁呢？即係呢個連上流寄生族嘅奉俊昊都做唔到嘅，呢個奉俊昊佢係做唔到嘅，就係、是、佢係喺柏林電影節攞咗陪審團大獎，偶然與想像。跟住呢，佢今年仲有第二套戲叫《駕駛我的車》，喺康城電影節攞咗最佳劇本獎。咁據我所知啊，佢喺威尼斯電影節仲有套戲準備報名，唔知個檔期啊，可唔可以配合到？如果佢真係可以報名到呢，咁你知唔知佢有幾咁犀利呢？首先佢如果報名，佢一定入圍噶啦。咁佢呢個成就有幾咁高呢？就係一年啊，一年可以同時，佢依家已經做到啊，係一年同時喺兩個電影節獲得獎，得獎喎、哦。而唔單止係提名喎，係得獎啊！有兩套戲，佢一年拍咗兩套戲，兩套戲分別都喺唔同嘅電影節得獎啊！如果喺威尼斯電影節佢再攞多一次獎呢，哇！佢呢個成就真係喺歷史上都少啊，有幾少見？亞洲肯定係第一個啦，亞洲肯定係第一個，所以我話佢嘅成就比奉俊昊更加高。奉俊昊係一套戲，佢攞咗奧斯卡，攞咗康城。但系奉俊昊唔系一年拍两，一年连续出两套戏，两套戏都喺电影节攞奖啊！系 啊，所以我话佢呢个成就真系，哇，太犀利啦，太犀利啦，太劲啦！咁佢咁当然啦，我自己睇完套戏，我觉得首先嚟讲呢，佢嘅前景，即系话如果系按照电影节嘅角度啊。唔係按照商業啊，或者係偏奧斯卡嗰邊嘅角度啦，齋電影節嘅角度嚟講呢，《奔口龍界》未來嘅前景個可塑性係極強嘅，係極強嘅，因為佢行藝術電影啊，佢嘅前景性係好強嘅。跟住呢，即係上流寄生族呢，佢係商業片，佢講到尾佢都係類型片，即係上流寄生族佢勁嘅地方，佢係可以喺康城呢個咁講藝術片嘅一個環境底下，佢攞咗金棕榈，攞咗最高獎項。咁同樣地呢，其實呢套《偶然與想像》呢，佢攞呢個陪審團大獎已經好證明佢嘅實力㗎。因為我記得舊年係洪尚秀攞咗最佳導演㗎嘛，係咪啊？洪尚秀只可以攞到最佳導演，即係洪尚秀係都未攞到陪審團大獎。大家知唔知陪審團大獎喺一個電影節入邊呢？點解佢屬於二等獎呢？係在於呢，首先最高獎係金棕榈、金熊、金獅啦，係呢啲係因為大家統一都覺得或者係票數壓倒性比較高嘅，或者甚至有可能呢係個主席特別中意，佢去說服大家一齊跟佢投票攞咗呢個最高獎，而陪審團大獎呢，就係、是、所有評委入邊。大家最中意嘅一套，即系往往评审团大奖入边呢，佢嘅涵盖率系高过最高奖嘅，即系佢喺评审嘅涵盖率系最高嘅，通常啊，所以即系证明大家呢系好捻中意呢套戏，但系呢觉得颁最高奖呢又唔啱，但系大家又好中意，所以佢陪审团大奖，而且大家知唔知柏林电影节系一个咩性质嘅电影节呢？即系大家影迷都有一句说话，就系话康城睇艺术，威尼斯系睇嗰个商业性质，跟住柏林系睇咩啊？睇政治。柏林系特别欢迎嗰啲有政治表达嘅电影，政治性特别强嘅，或者系一啲社会问题嗰啲批判性特别强嘅电影，柏林系特别欢迎嘅。
寫實性、現實性、社會性特別強嘅柏林歡迎。而呢套《偶然與想像》咧，佢其實大家睇咗都知咧，係零社會性嘅，係零啊，零社會性啊，零批判性，佢幾乎冇乜批判嘅。即係佢呢類電影咧，即係完全唔係柏林電影節嘅口味。但他竟然可以攞到柏林咁多評委咁嚴謹嘅呢班評委嘅票，證明他真係拍得好好。咁啊，就喺我角度咧，依家開始真係正式劇透性嘅去講下呢套戲嘅。咁呢套戲我自己講真嘅，我個人係好中意、好中意嘅，係好中意。可能到咗年底咧，我再評年度十佳嗰陣時，可能佢仲會分數再高少少嘅，我唔知啦。可能年底嗰陣時再睇翻，可能即係個感覺會更加好嘅。咁首先呢套戲咧係三個小故事去講嘅。哎，多謝多謝多謝，哎呀 ，Kind Tong Chang 啊，我唔知讀得啱唔啱啦。多謝 Super Chat 啊，請你食杯麵，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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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城不是商業的，康城是講藝術的。啊我想講什麼？剛才打斷了，我真的不應該隨便看評論的。OK，那這三個故事呢，我們可以逐個逐個來講。那第一個故事就是魔法。第一段故事就是，它是一個很狗血的故事。它一開頭呢，它前面的第一場戲呢，其實不是，其實我呢度再重新講下先，呢三個故事咧，首先呢三個故事都係帶有呢、這個片名嘅主題，偶然性同想像、想像性、偶然想像三個故事都係帶有呢樣嘢。咁而且每段故事咧，佢都係照足沙漠戲去寫嘅，其實每段故事都係沙漠嘅。所以我等陣間咧講每個故事拆解嘅話咧，我可能都會照住沙漠戲去拆解嘅。咁佢第一個故事第一幕開頭咧，就直接入咗一個車內嘅空間、車內嘅環境。咁前面咧係俾咗一個，我記得俾咗一個 shot 俾嗰個司機，司機望咗一眼，由司機望嘅嗰一眼開始。喺呢兩個女仔開始進行對話，呢兩個女仔嘅對話咧，其實都不過我講真，呢一段對話我覺得寫得非常非常好，即係喺第一個故事入邊最寫得最好嘅對白就係呢一段。呢一段佢表現得有幾好咧，就係佢非常自然、非常生活化，但係又非常有吸引力，可以吸引你想聽落去，而且即係佢你之所以想聽落去咧。最主要是他的这段对话呢是很有想象力的，即是很有画面感的，你很有联想性的。这个就是我说他写对白写得靓的原因。那他内里实质上讲的是什么呢？其实讲得很简单的，就是女主角他的闺蜜近排认识了个男仔，跟个男仔在暧昧阶段，但是呢他的闺蜜跟那个男仔呢都彼此覺得啊，對方是我喜歡的人，很有 feel， 所以那個她閨蜜都覺得自己愛上了那個男仔，就想思考緊要不要跟他一起，但是想想下，即係呢個男仔可能就是她命中注定那個。咁啊，女主角喺度聽，咁呢一段咧，整段對話，佢就其實已經揭露咗今呢套戲嘅主題《偶然與想像》。偶然在哪里？就是偶然间女主角跟她闺蜜倾偈，倾起这个男仔，就是倾起这个男仔是偶然间发生的事。而想象表现在哪里呢？想象表现在那个闺蜜去讨论、去谈论她的这段恋情的来龙去脉等等等等。这一段呢是很正，是很正，很自然，很舒服。而正正是因为这一段充满画面感的充满想象的画面，令到女主角在第一幕的 ending 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也是这个故事一个转折位，就是女主角说
我想原路翻去同个司机讲，系啦，咁就进入到第二幕。咁第二幕咧都好正嘅。第二幕咧，我觉得佢对白又稍微有啲多咗少少，稍微有啲矫情咗少少，我自己觉得矫情咗少少。咁啊，第二幕咧先同观众揭晓，就系话呢个男仔原来。即系佢闺蜜讲嘅呢个男仔咧，原来系佢前度嘅，原来系佢前度嘅，咁啊反而咧，好得意嘅位就系咩咧？就系、是、前面咧，点解呢个女主角会突然之间做出呢个决定去见佢前度？因为佢闺蜜提起咧，话个男仔可能对佢前度咧仲念念不忘，于是女主角就去揾佢前度。跟住呢一段对白，系佢嗰个试探性系表现得几好嘅，就系、是、女主角同男同个男仔同佢前度啦，前面不断咁试探对方，试探咁对方有冇 feel？ 尤其系女仔，男仔系处于一个防备嘅状态。其实佢个结构系做得好靓嘅，系前面先系慢慢试探到中途发生冲突。发生冲突之后咧，女仔开始转态，开始表现，其实我对你有啲意思嘅，其实我仲对你有 feel 嘅，打开咗男仔嗰边嘅心房，男仔嗰边就喺度谂，哇、哦，其实我都对你有 feel 嘅，所以男仔做咗一个动作，就系懒捻住佢，懒捻住佢，即系男仔，男仔嗰边咧动咗情，讲到尾就系动咗情，女仔其实都动情。男女都动情，喺最后咧，第二幕嘅 ending 系咩咧？就系、是、突然之间一个女同事翻嚟，打破咗佢哋两个人嘅呢个纠缠，打破咗佢哋嘅纠缠。喺呢个电影入边咧，现系会出现几场都系以打破为主嘅，即系佢将想象嘅美好。透過現實嘅形式嘅角度去打破，你與其話呢個女職員啊唔小心撞破咗佢哋奸情，你倒不如話呢個女職員嘅身份代表嘅就係現實。佢現實一出到嚟，嗌醒佢哋，你兩個知唔知自己喺度做緊咩啊？兩個人突然之間翻到去現實。所以两个人不欢而散，这一幕咧嘅 ending 都处理得靓，就系、是、男主角恢复翻理智。佢原本咧，佢仲谂住去追个女仔噶嘛，但系呢个男仔突然之间咧，个女同事同佢讲咧，你冇必要追啊咩？瞬间令到呢个男仔个理性翻咗嚟啦，系、哦、我做乜要追呢个 bitch 咧？所以因此第二幕喺呢度停止咗。跟住去到第三幕我就觉得是这个故事最巧妙最精彩的位置。第三幕又是发挥想象，又是女仔发挥想象。第三幕是女主角她去见她闺蜜和条仔，即是她前度做了她闺蜜条仔要跟她见面了。于是呢佢同佢当住佢闺蜜面前同条仔表白，即系讲明自己嘅心意。其实一直以嚟咧，我都爱住你嘅，我都好爱你嘅。啊，就系、是、呢一段开始。咁呢个时候咧，靓啊，靓就靓喺嗰你前面感觉唔到佢导演有特登去调到佢嘅镜头语言嘅。喺呢一刻咧，佢就做咗一个镜头语言去切角，即系佢。俾佢一个歪 shot， 佢突然之间一个 close up 就对住女主角，跟住女主角做出一个咁嘅动作，喊嘅动作，好似喊嘅动作，一放低手，跟住个歪 shot， 唔系，跟住个 close up 即刻拉翻嚟，而呢个画面咧就即时恢复翻系一开头个闺蜜介绍佢男朋友嗰一下，亦即系话前面咧女主角佢嘅嗰段表白咧。其实是想象的，是这段想象的。但我为什么我喜欢呢？不单是喜欢这个视听语言的表现方式，最重要的是这一段呢，其实第一个故事由头到尾呢，女主角在前面两幕
佢都係情緒去激發佢去做出一啲抉擇嘅，例如話佢喺車入邊聽到佢閨蜜講起前度，令佢回憶翻同前度嘅往事，喺突然之間嗰一下情緒上咗嚟，所以佢想見下前度。而佢見前度嘅途中咧，喺見到前度令佢回想起佢同前度一齊嘅嗰啲故事，令佢回想起好多嘢，令佢入到嗰個狀態。於是佢同前度咧開始糾纏。呢啲全部都係佢係憑住情緒去做嘅，但係佢唔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嘅。喺第三幕嘅時候咧，係呢個女主角真正確認自己想要乜，即係佢嗰一幕嘅想像咧，佢係表露咗喺呢套戲入邊，終於表露咗佢真實嘅自己。即係佢諗清楚啦，我仲係好中意你，我仲係唔可以冇咗你。而嗰一刻，佢將佢留喺想像嘅空間入邊。啊，所以呢個係我覺得佢巧妙嘅地方，就係呢個位。老實講，你呢個故事咧，你聽我咁講完啦，我知道現場都有啲冇睇過呢套戲嘅朋友啦，想聽劇透。你齋咁聽完咧，屌你老味，呢個咪就係一個 bitch 嘅故事咩？一個 bitch， 佢以前同條仔，佢俾綠帽俾條仔戴，跟住咧同條仔分咗手，跟住過咗一排之後咧，聽我閨蜜講話佢識咗個男仔，發現誒係佢前度喎，突然之間佢又有少少妒忌，又有少少回憶起同前度嘅過去。於是好犯賤咁去揾前度，跟住咧去勾引前度，跟住同前度咧兩個人糾纏。跟住你諗下呢個故事講到尾，你諗下佢就係一個 bitch， 用即係如果咁樣嘅故事擺喺熱戀新嘅電影入邊咧，或者係其他一啲導演嘅電影入邊咧，佢就係一個好狗，會將佢無限咁放大，將呢種戲劇衝突無限咁放大，而女主角一定。在呢啲電影入邊一定是反派、反面角色嚟嘅，反派嚟嘅，啊，專門破壞人哋感情的反派嚟嘅。咁濱口龍介佢犀利嘅犀利就係在於咧，佢其實唔係想講倫理嘅，佢亦都唔係想講愛情對與錯，呢個唔係重點。佢想表現嘅就係嗰一刻嘅狀態，嗰個係好人性嘅，我覺得係好人性嘅一幕嘅，好人性嘅表現啊！即係我哋人性係在於咩咧？我哋人性就係某一刻。我哋会做出一种超乎我哋想象嘅抉择啊！佢成套戏其实三个故事都喺暴，都喺度暴足咁某一刻咯，某一刻嘅抉择。所以喺最后咧，呢一幕就系呢个女仔，其实当刻佢系想同个男仔表白翻嘅，但系佢收埋咗。诶，佢嘅抉择就系佢嘅选择就系嗰一刻，我要收埋呢件事，我当冇事发生。祝福佢哋，系啊，祝福佢哋。所以最后一幕，好多人都会奇怪，最后一幕佢对住个地盘去影相系咩意思啊？其实唔使谂咁复杂嘅，佢就系望住出边嘅嗰个环境啊，又系建筑环境又好，咩都环境都好啦。佢就系放开咗啦，就系嗰一刻佢放开咗啦。所以我觉得佢好巧妙嘅就系呢个地方，就系有朋友说他是雞，不要那么难听。但我觉得他犀利的在于他是用了一个很负面的主角，但是他不会令到观众对这个女仔去产生很厌恶的感情，他反而是想将这个女仔那种情绪传达给观众，他就想拍那种情绪。是啊，这个是我自己看的。个女仔最后是否真系放低？我觉得真系放低咗，佢真系放低咗。佢影完相之后嗰一刻咧，佢系露出咗一个笑容。我觉得就系嗰一刻佢放低咗，释怀咗。佢释怀咗，系啊。呢个就系第一个故事啦。第一个故事，等阵间咧，我哋都可以三个故事连埋一齐讲嘅。所以第一个故事咧，你要讲佢嘅主题系乜嘢咧？就系情。第一个故事佢重点就系想讲情呢件事啊，咁第二个故事啦，去到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其实系我自己个人最中意嘅一个故事啊，
我哋先讲第二个故事第一幕啦。第一幕即系第二个故事个标题系请把门，好似系咩？请把门开住，系啦。第二集嘅标题系呢、這个，咁一开头咧就系呢个教授，一个学生好似出猫定系咩啦？跟住挨个教授，咁啊，当时就跪喺地下，跟住好多人望，跟住有个教务职员啊定系咩想闩埋道门吓，因为费事太肉酸啦，好多人望住。咁呢个教授就讲一句：，请开住门，请开住门，唔好闩门。我咁喺呢一个开头咧，佢已经表现咗一样嘢，就系、是、表现咧呢、這个教授佢嘅状态。佢嘅状态系公开性嘅，咩意思咧？即系呢个教授，佢系将自己所有嘢，外表面嗰样嘢公开性啊，系一个公开，公即系点讲咧？佢将自己嘅状态变成一个公众空间，公众空间，所以佢私人嘅地方你系见唔到嘅。呢个系好重要啊！私人嘅地方你系见唔到嘅，所以等阵间第二幕咧就系呢一 part 好重要噶啦。好，咁呢个教授咧就系、是、以呢个为开头啦。跟住第一幕咧仲讲咩咧？就系、是、讲女主角。女主角佢同佢情人见面，跟住两个人啊打捻完炮啦，搏完嘢啦，跟住就开始倾下闲偈。喺呢度咧就出现咗。呢、这个故事入边嘅偶然，就系佢哋咁啱睇住电视节目，咁啱睇到呢个教授出咗本书，好受欢迎，而令到佢呢个情人咧就睇住呢一幕咧，好捻唔锯，个心好捻唔锯啊！呢个系一个好偶然嘅事件，而呢个男仔由于好捻唔锯，佢就叫个女主角：，哇！你睇下个教授咧，成个样咧，成个性欲强咁啊！即系佢平时应该好少女姻缘嘅，定系你帮手勾引下佢啊？帮手搞下佢，搞鸠佢，我要佢身败名裂啊！咁正常情况下咧，女仔一定会拒绝。咁呢个女仔一开头都系拒绝，但系佢后边系点样屈服咧？系呢个男呢个情人用性去令到呢个女主角屈服，即系呢个男仔系应该佢嘟嘢都几劲嘅，佢用性去征服咗呢个女主角，跟住女主角就真系应承咗，女主角真系应承咗，咁就去咗第二幕啦。第二幕我觉得系真系非常精彩，我相信睇过呢套戏咧，应该忘记唔到第二幕。佢第二幕就喺嗰个教授嘅办公室进行嘅。咁第二幕咧系个女仔去揾个教授，跟住话我好中意你啊，好中意你本书啊，你啲小说啊，跟住可唔可以帮手签个名啊？可以咩咩咩？咁一开头都系普通嘅寒酸啦。咁啊，跟住咧，女主角就开始，因为女主角佢要勾引佢。咁一般嚟讲，最普通嘅剧情咧就系、是、识个女仔可能啊，静鸡鸡闩埋门。除衫啊，去勾引个教授啊，或者专登去摸下个教授啊，乜嘢？但系《奔口龙界》呢套戏咧，唔系咁样，因为女主角佢面对嘅系咩啊？系一个文人，系一个文化人，所以佢要用文化人嘅方式去征服佢。哇！呢、這个我觉得处理得非常靓。佢系点咧？因为佢真系女主角系真系读完咗呢本书。并且佢系真系对呢本书系几中意啊，睇得出，所以咧佢就决定去读呢本书中间嘅一啲片段，咩片段呢？就系、是、色情画面，佢将色情画面嗰啲段落咧读出嚟。咁呢度咧，非常靓啊！女主角读呢一段咧系好自然嘅，佢系唔系话好有感情，佢就系慢慢咁朗诵呢一段充满色情画面嘅一啲段落，慢慢咁朗诵，跟住咧佢就做咗一个动作，开始关门。因为咩意思啊？就系、是、呢个女仔，呢个女主角，佢想喺呢一刻
進入教授的內心，因為這個教授是很封閉的，他封閉了自己的內心，所以我決定呢要慢慢通過這個方式去入他內心，所以他做了這個關門的動作是有這一層意思的。但是估不到什麼呢？估不到是教授當然不是立刻打開，是聽完他講了一段之後呢，個教授有反應。你以為呢個女仔真係成功搞定咗個教授，點知個教授係咩？係直接開咗個門，請將門打開。啲教授又講多一次呢個對白，咁呢一下就好靚，就係個女仔佢個進攻失敗咗，個進攻失敗咗。咁正路嚟講，去到呢度呢，一般嚟講戲就完啦，因為已經失敗咗噶嘛。但係呢場戲佢之所以精彩，就精彩於個女仔冇選擇停止呢一場咁老間嘅環境。個女仔選擇咧繼續讀，繼續去讀一段，讀一段咧非常非常私人化嘅段落文字。呢一段因為性愛咧一向喺亞洲人，尤其喺日本人，佢哋呢啲咁保守的一個思維入邊係好私人化的一樣嘢，尤其呢本書對於教授本身嚟講係一段更加私人化的產物，所以咧呢、這個女主角咧喺呢一幕咧，佢就決定將教授一段咁私人化的嘢公開咁讀曬出嚟，所以嗰一段咧，你睇到好老鑑啊，好似個女仔好老鑑。而且導演為了強調這種不適感或者這種尷尬的氛圍，他是不斷用那個外面那些路人學生經過那些聲音 去搭配在這個女主角朗誦的過程，所以整個畫面是非常不協調，非常尷尬，但是女主角這個目的就是我要將教授你的內心，我要公之於眾。你不是很封閉咩？我要將它公之於眾。我慢慢讀，我慢慢讀，我慢慢讀。終於讀到後面，終於讀到後面，完咗啦。咁呢度呢，亦都開始慢慢開始進入教授嘅另外一面。即係個女仔成唔成功呢？其實係冇成功嘅。因為個女仔咧讀完之後咧，佢見教授一方面不為所動，另一方面咧，佢自己讀完嗰一下咧，佢個讀嘅途中咧，佢係一開頭佢係為咗勾人，但係讀嘅途中佢漸漸地俾教授嘅文字感染到啊，係吸引住佢，所以嗰一刻佢又做咗一個轉折嘅抉擇，就係咩咧？佢決定咧放過教授。佢將個真相話俾教授知，佢話俾教授知，我其實錄緊音嘅，我其實係想你身敗名裂嘅，但係我依家我決定唔敢做啦，因為我覺得你係一個好好嘅人，係一個好好嘅作家，你嘅文字真係好好，我好欣賞你，即係個女仔係真係嗰一刻佢動咗情，而佢動情嘅原因係因為文字嘅性。好高级的，我跟你说第二个故事真的很高级的。我等一下再跟你说，我觉得最高级的位置是这个女主角是被她文字性关于性的文字感染到。即是某种意义上来说，就等于是一开头她的情人欺她去勾引这个教授，是用性去征服她。但同样地，在第二幕呢度咧，个教授嘅文字同样都系用性征服咗佢，所以佢嗰一刻做咗呢个抉择，我决定放弃，唔去搞鸠教授你啦。但系后边嗰个转折咧，真系太靓啦，安排得太漂亮啦，就系呢个教授嗰一刻佢都动咗情，佢动情嘅具体表现系咩咧？就系话你可唔可以将你嗰段录音咧留翻俾我？因为你啱先读得太好啦，太有 feel 啦，即系呢所以我呢度我要开始讲下呢个教授。呢个教授佢一直都要将个门打开，
咁換言之表達咗另表現咗教授嘅另外一面咧，就係佢所有嘢，所有表徵上嘅嘢，佢全部都係非常非常保守嘅，非常保守，或者係非常或者係完全係對外嘅。佢其實佢一直開住門係想講咩咧？其實就係呢個教授，我無論幾時都好，我唔會有任何嘢收埋嘅。而再深層次啲嚟講，就係佢真正內心收埋嘅嘢，係從來唔會表露俾任何人嘅，唔會表露俾任何人嘅。所以你任何人，你只可以開門，只可以開門。咁佢真正內心深處，佢留俾邊度咧？留俾文字，就係小説。通過文學去將佢自己內心嘅慾望、對性嘅一啲諗法、對性嘅一啲渴求。用文字表現咗出嚟，而呢個女仔讀佢文字嗰一刻，就係、是、某種性質上，我點解話勾引呢一 part 拍得特別好啊？就係、佢雖然冇性愛，但係其實由頭到尾都係兩個人，佢其實係拍緊色戒嘅，大家知唔知啊？呢一幕係拍緊色戒嘅，女人勾引個男嘅，男嘅後邊真係俾個女人成功勾達到。而女人成功之所以可以成功，是因为女人条女读咗佢嘅文字，令佢嗰一刻佢自己都达到一定嘅高潮啊！两个人同时都有高潮啊，系一个好正嘅一个我觉得系床上戏嚟噶。老实讲，我觉得呢一幕真系床上戏嚟噶，系好成功嘅床上戏。所以最后咧，女主角提咗一个要求嘅，就系话个录音咧，我可以俾你。但我只有一个要求，你至少要听住我呢个录音咧，打一次飞机，打一次飞机。咁呢个即系佢嗰种性暗示已经系唔系性暗示啊，性明示啦，已经好明显啦。所以呢个就系、是第二幕，我非常中意啊，处理得非常好。跟住去到第三幕，同埋第二幕嘅转折位系咩呢？轉折位就係呢個女主角 send 錯咗 email， 由於佢 send 錯咗 email， 佢令到呢件事咧，呢件事本身佢係想害教授嘅，令教授身敗名裂嘅，估唔到佢最後就係因為咁樣陰差陽錯成功咗，哇！真係好有宿命性嘅呢個處理，陰差陽錯成功咗，而佢咧。都因为呢件事都付出咗相应嘅代价，系啦，咁啊就个第三幕直接去到五年后定系十年后，我唔记得啦，五年后啦，好似系五年后，佢再次遇翻佢情人啦，嗰一幕，嗰一幕就系、是其实嗰段对话就还好，都系交代嗰、那个教授最后嘅下场同佢嘅下场啫。但系通过嗰一幕对话咧，就佢、是、表现咗佢呢个情人咧，呢、這个情人做咗编辑，但系咧佢系唔睇书嘅，唔中意睇书，佢又做编辑，做主编，咁呢个系好讽刺嘅。咁女主角记得嗰阵时，佢系讲咗一句：我想有冇机会俾个教授咧再出多次书啊？但系个个。情人咧係拒絕咗嘅，啊個教授冇噶，佢呢一世都翻唔到轉頭噶。而呢個時候個女主角咧做出一個咩動作？因為佢前面喺架公巴士度咧係都幾反感個情人噶嘛，佢嘅表現係好反感個情人。到後邊咧佢做咗個動作，佢就係、是、我唔單止俾翻卡片俾佢，我仲俾咗佢一個 kiss。啊呢個處理。即系我一开头都谂唔明啊，点解要咁样做咧？后边我就谂得明，后边我谂明啦，就系呢个角色，佢系有少少想报复呢个情人嘅，但系对于佢嚟讲，佢可以报复嘅嘢系乜嘢咧？唔多，只有性，所以佢就俾咗呢一个 kiss， 就系一个充满有少少性暗示。嘅嘢，去令到呢個情人亂咗佢心神，
即係我自己理解啦，只有可能係咁樣嘅方向。當然啦，我因為呢一段咧，其實呢個 ending 我反而睇唔明，即係佢前面所有嘢我係好享受嘅，呢個 ending 我有少少唔明嘅，可能有即係如果有朋友睇得仲加明有第二種解讀咧，都歡迎留言話俾我聽啦。即係我自己嘅理解係咁樣啦，但係有過千種解讀嘅。但係呢個故事，我覺得佢最撚正嘅係咩啊？因為第二個故事咧，佢係講到明就係講性噶啦，個主題就係性啊，偶然與想像，想像唔使講啦，就係中間讀書嗰一段啦，嗰一段床上戲啦，精神上嘅床戲啦，咁啊偶然就係佢就係前面我一開頭講嘅啦，係好偶然嘅，都係呢入邊都係表現咗女性嘅一個兩個抉擇。第一次抉擇就係決定要幫條仔，第二次嘅抉擇咧就係決定要放棄去搞鳩個教授啊！呢個都係好清晰嘅一個動作，但係我覺得佢最 set 得最靚係咩咧？就係其實前面佢同情人咧明顯係上咗床嘅，仲射咗兩槍啊，係嚟咗兩次嘅，但係兩次導演都冇拍床上戲。導演是沒有真正拍床戲的，有拍他們 kiss， 但是沒有拍床戲的。所以我剛才我的解讀才說最後那個 kiss 是有少少性暗示的意味，就是因為前面導演拍他們兩個呢只有打麒麟，是沒有任何搏嘢的，但是亦都透過台詞交代了他們搏嘢。那他們的搏嘢留在哪裡呢？即是這個故事的性床戏留在哪里呢？留就留在第二幕和教授那一段。所以第二幕那一段呢，虽然他们两个没有真正搏嘢，但是他们两个的表现呢就是搏嘢。哇，所以我觉得第二个故事我为什么最喜欢啊，是处理得最犀利最高明最高级的。哇，真的我想这个故事是怎样想到的，怎样想到可以这样去处理这样去处理一段关系，一段即係咁樣嘅故事，所以我覺得真係好犀利。呢、這個我覺得係冇得講嘅，冇得講嘅，係啊。咁啊故事咧就去到第三個故事啦。第三個故事係最舒服、最温情嘅。我飲杯水啊！第三个故事呢，碌柒，我竟然唔记得咗佢嘅标题啊，请容许我 check 下。我觉得每一个故事要讲清楚嘅标题，佢标题好重要嘅，佢每集嘅小标题系好重要嘅。第三个故事系再一次，哦，再一次，谂起未啦啊，再一次。系啊，咁第三个故事咧就系、简单讲下个故事剧情啦，就是、一个女仔，当年咧喺同学聚会嗰阵时咧，就同佢个 friend 两个人咧，有一次见面啦，倾偈啦，跟住留低一个好新嘅感情。喺多年之后咧，這个女主角有一日喺个电梯口度，即系上下电梯啦。就遇到一個家庭主婦，想起好似佢同學，於是就同個家庭主婦打招呼，跟住兩個人咧都彼此咁打招呼啦。然之後一個落一個上，於是佢哋兩個咧都想去揾對方，於是咧又係一個落一個上，跟住最後就話：你喺上邊等我，我落嚟，我上嚟揾你。跟住佢兩個終於見面啦。見面之後，兩個人就開始傾閒偈。开始倾啊倾啊倾啊偈，倾啊倾啊倾啊，跟住个家庭主妇话：，不如去我屋企坐下啦。咁呢个就系第一幕啦，第一幕啦，非常平淡、非常简单嘅一幕。跟住去到第二幕咧，就系喺呢个就系喺呢个家庭主妇嘅屋企中咧，佢两个就开始倾一啲比较深入啲嘅话题。就是这个女主角
其實他是想跟這位家庭主婦表白的，因為其實這麼多年來呢，我都很喜歡你，我一直都很想跟你說啊，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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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講下講下，這個家庭主婦覺得有少少不妙，有少少不正了，不對路了，就開始問了，喂，你是你真的喜歡我，還是你搞錯了人？他說我不會搞錯，你是誰誰誰誰嘛。跟住个家庭主妇话：你搞错咗啦，我唔系啊边个边个啊！啊，跟住两个人就开始互相了解对方嘅信息，跟住发现咧，两个人真系完全唔差色噶，完全系唔差色噶。但系点解佢两个人都会都会忘，即系认错对方咧？因为个家庭主妇都觉得，诶，你好似我之前边个同学，我硬系觉得吓喺边度见过你。跟住佢同女主角都系一种咁样嘅心态，于是两个人咧系竟然喺完全唔识对方嘅情况下咧，两个人喺度讲旧情咧，倾咗好耐，倾到依家喺屋企。啊，跟住嗰个女主角就好颓啊！哇，原来搞咗咁耐咧，我认错人啊，咁离谱嘅事我都做得出啊！跟住女主角好颓，就准备离开啦，即系唔好意思啊，打搅你嘅。跟住个家庭主妇咧，突然之间提出咗一个要求，提出咗咩要求呢？就系话，不如你将我当作系佢啦，你有啲乜嘢想同我讲啦？于是咧，佢哋啊呢一段咧系特别花样年华噶，即系佢哋开始好似花样年华咁样扮演角色噶。跟住呢个家庭主妇就扮演住女主角当年嘅嗰个恋人嘅身份。两个人开始对话，渐渐地咧，女主角嘅心扉被打开咗，就开始讲咗好多自己当年一啲想讲嘅，咁多年嚟一直以嚟嘅谂法，全部同晒呢个家庭主妇讲。两个人喺嗰一刻咧，都几乎动情啊！即系喺关键嘅情绪位咧，个家庭主妇佢个仔咧翻咗嚟，一下嗱呢个都系我前面讲嘅吓。第一个故事都有呢一种情节嘅，就系现实打破咗佢哋嘅想象，佢哋进入嘅想象空间啊。咁嗰一下咧，因为个仔出现咗，提示翻佢哋，又要翻去现实啦。所以嗰一刻，女主角咧就冇继续讲落去，就话我想你，咁我都差唔多走啦。咁呢个时候咧，家庭主妇话，咁我送下你啦，横掂你要走，我送你一程啦。陪你走啦，陪你翻去啦。於是佢哋兩個喺翻去嘅途中，又去到一開頭啊，跟住送翻屋企嗰陣時，已經去到第三幕啦。第三幕就係去到佢哋一開頭兩個人相遇嘅嗰個電梯。而呢個時候咧，突然之間女主角咧就問起：，你當時係將我當作係你邊個朋友啊？跟住家庭主妇一个男仔头，我醒唔起个名啊。跟住个女主角话：，不如你头先都扮演咗我识嘅嗰个人，不如我都扮演你识嘅嗰个人啦，我都扮演一次啦。于是佢哋又再演多一次，今次系为家庭主妇去演嘅。咁啊，所以咧。咁所以咧，即系最后嗰一幕咧，就系佢哋两个真系扮系老朋友相见，跟住倾咗下偈，最后两个人就离开咗。而喺家庭主妇落电梯口嗰阵时咧，佢突然之间醒起咩？佢醒起佢当年嗰个朋友叫咩名？佢醒起佢当年嗰个朋友叫咩名？跟住就揽住女主角。就話我醒起呢個名，我醒起個名，全名我唔記得咗，但係我記得佢叫咩名，記得佢其中兩個字啦，就係咁樣，成套戲結束咗。啊，咁呢套戲點解我話最温情呢？因為前面兩個故事咧，最終個女主角都必須要靠自己去釋懷啊，必須要靠自己揾方法去釋懷啊。第一个故事个女仔选择唔表白，放开呢段感情去释怀。
第二个故事个女主角选择去报复嗰个情人，去令自己释怀。而第三个故事咧，系为一个系两个人互相令到对方放低一啲嘢，去释怀自己。第三个故事系，我觉得系好花，即系佢中间有段扮演嘅情节系好花样年华嘅，但系又好温情嘅，又好温情啊！咁第三个故事佢嘅主题系乜嘢咧？就系、是、回忆，就系、是、回忆。大家要睇第三个故事，一定要留意佢一开头讲咗一件事。咁呢一件事咧，我觉得系比较科幻嘅一件事嚟噶，其实系有少少黑镜味道嘅，只不过佢拍得太真实、太生活化啦，大家唔觉得系科幻片啊？佢一开头有讲过，就系、是、人类嘅嗰个未来啦，佢通讯工具咧出现咗问题，好多人数据咧都泄露咗出去啊，定系乜乜乜啦，反正出现咗一个咁样嘅事件。咁去到呢个故事。咁呢个故事咧，其实由头到尾咧，冇真系讲过前面开头佢介绍嘅呢个背景嘅，冇讲呢个故事电话啊、通讯工具呢啲咩冇嘅。但系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就系、是、我哋贴合呢个背景可以加以想象。呢、这个就系导演留俾我哋嘅想象啊！我哋想象下呢个故事点解佢会成立？你谂下嘛？你谂下，假如。佢哋喺讀書途中，大家都啊，係呢個我唔記得講，就係一開頭開幕嗰度咧，故事一開頭咧，同學聚會嗰陣時咧，佢哋都係有攞電話嘅。而呢套戲咧，由頭到尾佢哋冇攞電話，即係而後邊咧咁多年之後再相見咧，兩個人係冇攞電話嘅。所以呢一中間呢一段咧留白嘅嘢咧，我哋可以想象呢個背景，就係佢哋兩個以前係。互聯網時代、手機時代，大家都是咁樣去聯繫到對方啊，識對方啊。咁去到若干年後啦，即係可能發生咗，即係一開頭介紹嗰個背景之後咧，大家都唔用通訊工具啊。你諗下，大家都唔用通訊工具嘅情況下咧，我哋以前一直以嚟習慣性嘅。是用社交媒體、社交網站去望下以前舊同學嘅樣啊，以前啲朋友啊，嗰啲合照啊，咩咩咩咩。但一旦我哋呢個習慣打破咗啦，我哋反而唔記得同學啦，係咪？我哋反而唔記得以前嗰個人嘅樣。所以呢入邊咧，佢想表現嘅係咩咧？就係回憶呢樣嘢，回憶呢樣嘢，嗰個人係咪真係咁重要？因为回忆呢样嘢，你会错嘅，你会发生错乱嘅。我哋依家好多时候，我讲句老实话，我系认同 buy 佢呢个理念嘅，就系、是、我哋好多嘅回忆咧，我哋好多人对过去一啲同学啊朋友嘅谂法咧，全部都系靠以前嗰啲合照，小学嘅合照啊，中学嘅合照啊，或者系一啲以前我哋去佢啲社交网站睇下，哇！以前我哋。去過邊度？我哋啊喺邊度玩過？大家喺邊度聚過？全部都係通過社交平台嘅。我哋依家對於回憶嘅想像啊，所以佢講緊呢件事，我覺得幾得意嘅。呢個切入口係幾正嘅。咁啊，佢中間其實兩個人都分別通過對方嘅扮演角色，去將自己嘅心結解開咗。女主角佢嘅心结就系佢咁多年嚟未好好地同呢位佢中意嘅人好好地表达自己嘅爱意，所以佢最后咧，佢系通过同第二个人去传达自己嘅心意。但系呢一刻，当佢讲完呢一刻咧，其实佢都系释怀咗，放低咗。而另一面咧，这个家庭主妇，大家留意一下佢同佢嗰个旧同学。傾偈嗰陣時咧，佢有一樣嘢好重要，就係佢呢個角色佢最大嘅困境係咩咧？佢原來大過咗之後咧，佢一事無成，佢成為咗一個好普通、好平凡嘅家庭主婦啊！嗰一刻，佢有少少真係對人生係有少少失望，對佢自己都失望，所以佢都係通過第二個人，佢去令自己。放开了这件事，
放開咗呢樣嘢。而故事嘅最後咧，佢點解一定要落點擺喺嗰個家庭主婦諗翻起同學嘅姓名咧？啊，雖然係成個名係諗唔起，個姓諗唔起啦，個名係諗起咗，就係想表現咧，就係最後家庭主婦通過前面呢一 part 大家嘅互相嘅呢一種交流交心，令佢揾翻記憶。呢一種交流令佢揾翻記憶，而唔係通過互聯網。冇咗互聯網，我哋人類嘅記憶要點樣去喚醒？係要通過情感。呢個係好正，係要通過情感去喚醒我哋嘅記憶。所以呢個我覺得，佢用呢個故事作為最後一個故事嘅底咧，我覺得係。是一個好靚嘅收尾，對於成個故事有一個總結，就係情感，情感嘅重要性。咁當然啦，奔口龍介咧三個故事，佢其實都係表現緊情感，表現緊情感，情感可以令我哋改變自己嘅思維，改變自己嘅動作。大家都可以留意到啦，三個故事我都頭先都有講，每個故事啊。都是表現人在某一刻做出的一個抉擇，去影響了整個故事。但這個抉擇呢，這個抉擇呢，其實你放遠一點來看呢，它在生活上是如此地微不足道，微不足道，是真的非常微不足道的一個過程的。是的，那所以這個是我覺得是挺奇妙的一件事的。你依家再睇翻三個故事，三個故事，第一個故事係講情，第二個故事係講性，第三個故事係講回憶。呢三個主題其實三個象徵主題啦，其實喺每個故事咧都俾奔口龍介打破咗嘅。第一個故事講情，佢喺第二幕嗰陣時咧就第三幕嗰陣時咧。就已經打破了情這件事、情這件事被他打破了。性同樣都是第三幕他發錯 email， 他性這件事被他打破了，被他摧毀了。跟著回憶，回憶他美妙的地方就是他一開頭就跟你打破了這件事，所以後面呢回憶那些東西他是慢慢修補的，他這件事是慢慢修補修補拼湊一個真正的回憶。所以這個很漂亮的，而且呢我不得不說，我是很喜歡這一類的女性電影的，這一類女性電影。那些人呢經常聽我講女權講電影呢，講黑寡婦也好啊，小丑女啊，或者是什麼黑白魔後那些，我經常在這裡講女權啊，屌鳩女權啊，政治正確這些什麼。但其實我真正喜歡的女性電影呢是這一類的，我覺得奔口龍介對女性的描述是很精準、很細膩，甚至是她每一個故事中的女性呢都有她人物弧光的高光時刻，非常漂亮的時刻，她們一些非常好的、非常正確的抉擇。所以佢其實會捕捉呢一點嘅，即係第一個故事係一個 bitch 啊，用一啲網路上嘅俗語啦，就係綠茶婊咯，啊綠茶婊咯，臭婊子咯，一個咁 bitch 嘅一個女仔，但係佢將呢個女仔高光時刻最人性最觸動人嘅時刻。留在那個想像那個畫面那一刻，我覺得是做得很好的。第二個故事都是，第二個故事就是這個女仔，這個女主角讀文章，最後被性打動了，被性打動了，她願意放低這段錄音去放過這個教授。第三個故事更加好的就是這兩個女性，他們都互相救足了對方。哇，所以我覺得哇，是我想看這樣的女性電影，
咁样嘅女性电影啊，我唔需要即系话佢哋系唔需要批判男权嘅，唔需要几犀利咁去批判啊咩咩咩，唔系，我哋展现女性光辉嘅一面，最光辉嘅一刻，我哋将女性真正嘅女性佢哋嗰一面最好嘅嗰一面，最包括差嘅一面都详细咁展现俾观众，但系。去等觀眾去真正中意，或者係真正去欣賞呢啲女性，佢哋面對一啲問題、一啲事件做出嘅選擇，呢個係我覺得係好嘅女性電影咯。呢個就奔口龍界係比某些女性導演更加識拍女仔，係啊。所以成套戏我系好中意嘅，咁套戏到最后即系咁样收尾啦。咁我睇完之后咧，一开头哇几正，后边咧谂深一层，哇，其实佢嘅嗰种后劲系好大嘅，你可以联想到好多嘢嘅，联想到好多佢嗰啲细腻嘅嘢。咁呢個就係我覺得好電影係咁樣咯，我好中意啊！即係佢甚至奔口龍界都唔需要過於賣弄自己嘅電影技巧嘅，因為佢嘅文本已經係無敵噶啦，佢文本已經係做得好好噶啦，所以你難怪村上春樹嗰套嗰本《駕駛我的車》啦，係揾咗佢嚟拍嘅，因為佢成套戲嘅文本。嗰種性質咧係非常村上嘅，係非常有村上嘅味道嘅，所以係佢同村上，佢係史上應該有史嚟從來冇一個導演咧，佢嘅氣質係同村上呢個作者係如此吻合嘅，但係奔口龍介係一個例外咯，啊，我覺得係好正。咁我都順便想講咧，即係奔口龍介咧。大家如果有睇過佢上一套《睡著也好，醒來也罷》咧，你就會發現咧，其實佢係一個好中意拍一啲好狗血、好老土或者係好抓麻嘅故事，但係佢會將呢啲故事咧用最平淡、最寫實嘅形式去拍嘅。呢個就係奔口佢嘅電影充滿魅力嘅地方。就係佢故事性係非常 drama 嘅。頭先三個故事咧，相信冇睇過套戲嘅朋友都應該感覺到，其實係好 drama 嘅。啊，一個女仔發現咧佢閨蜜嘅新任男友係自己嘅前度，呢個已經好 drama 啦，係啦。跟住第二個故事啊，條仔個情人叫佢勾引個教授，點知咧佢就對教授有 feel， 又係 drama 嘢。又是一個很 drama 的故事，第三個也是，即其實三個故事呢，其實是你齋論故事本身來說，是很不生活化的，很不生活化，包括他上一套《睡著也好，醒來也罷》，即那套《夜以繼日》，其實都是很 drama 的，他 不單止 drama， 他是狗血，他是一個女仔同時喜歡了兩個生得一模一樣的男仔。呢、這個黐撚線，呢啲係嗰啲以前嗰啲偶像劇啊、台劇啊先至會玩嘅套路，依家都冇人會玩噶啦。兩個生得一模一樣，呢啲咁嘅狗血劇情，但係佢就會拍咯。佢拍得好細膩，拍得你會忍唔住想繼續睇落去。呢、這個就係、是、哇，我好中意，多謝揸鼓嘅 super chat 啊，多謝講得好，多謝。係啊。李沧东的《消失乐园》呢，大家有没有看他那个消仓库还是消什么？其实我是看过原小说的，其实两个人的风格是完全不搭的。李沧东是拍出了他自己的风格，当然李沧东做得很冷静，他这个都是拍得很冷静，只不过他不是村上那种味，而奔口龙介就是村上那种味。即係我如果奔口龍介，即係佢如果佢願意嘅話，我係真係希望咧奔口龍介可以將村上好多小説
都拍成電影嘅，包括我好中意，即係《挪威的森林》，反而我唔係好中意啦。我好中意嘅《國境》、《以蘭》、《太陽以北》啊，《冇冇冇》包括嗰、那個《世界盡頭與殘酷以冷峻仙境》啊，呢啲咧，我覺得一般導演拍唔到嘅。可能奔口才可以拍到那種 feel 啊，我很希望他可以繼續拍村上的電影，大家如果有看村上的真人電影，哇，有很多真的拍得很差的，例如《挪威的森林》，哇，我看完之後真的拗曬頭，怎會是這樣拍啊？啊，怎可以拍得那麼越南味啊？越南的那種熱帶雨林的味道是特別強的，不是這種 feel 啊。所以我希望奔口可以繼續去拍村上啦，咁都好期待奔口龍介啊！可惜日本要12月先上映，我希望趕得切國足電影宣布十大電影，佢值得攞第一名。我覺得佢應該都係攞第一名噶啦，好有機會嘅，好有機會嘅，奔口龍介咧，即係其實講真嘅，佢就算唔攞第一名咧，都冇所謂嘅，冇所謂嘅，因為佢已經喺國際電影節咧證明咗佢自己嘅實力啦，係啊！多謝南瓜 Super Chat 啊，聽你講完好想睇，喂，咁真係要睇下喎，南瓜，即係你睇完之後，可能再聽翻多次我對呢套戲嘅睇法啊，可能仲加有 feel 啲嘅啊，即係所以我點解中意？其實係中意呢種藝術性強啲嘅電影咧，因為你可以發掘嘅點係好多嘅，可以發掘嘅點係好多嘅。但係反而係嗰啲好好商業嘅電影咧，尤其 Marvel 嗰啲咧，你可以發掘嘅嘢唔多嘅。即係點解好似好多 Marvel 啊，或者係啲商好商業嘅電影咧，我可以講嘅嘢就係、是好表層咁去分析佢啊，或者係評價佢啊，係因為佢做啲嘢，佢套戲就係拍得好表層，係表層嗰樣嘢。咁呢個就係商業片咧，佢好多時候佢為咗迎合大眾，佢不得不咁樣去做。我理解嘅，即係話，但係你話做得好撚勁嘅嗰啲商業片咧，真係好少。你話華語片有幾多套《讓子彈飛》啊？係咪先？啊！商業同藝術可以平衡得咁好嘅，咁啊，例如話啊，一年有幾多套《上流寄生族》啦，都少噶，《捉卡》都冇噶，今年都冇噶，冇一套荷里活冇一套好似樣嘅電影，可以即係又可以分析，而且商業性又強嘅，好少噶，好少噶，所以好遺憾啊，好遺憾。所以我都係希望將來可以多啲講呢一類電影咯，呢一類電影我真係。幾中意嘅，幾中意嘅。啊，睇下大家嘅留言先啦。有冇睇香港有個影評人睇完套戲個標題係《偶然與想像之輪》，自我陶醉，曲高傲寡之極限狀。可能唔啱佢口味咯，只可以講唔啱佢口味咯。佢啱我口味啊嘛。啊，咁有啲人係唔中意啲。咁含蓄嘅，咁即係留白咁多嘅，或者係拍得咁悶嘅，有好多人係唔中意噶嘛。好多人唔中意，好正常嘅喎，好正常嘅喎。咁有好多影評人係唔中意，即係我記得嗰陣時咧。李沧东啊，头先提到嘅李沧东嗰套《消失乐园》咧，上映嗰阵时，我记得我喺香，我睇一啲香港嘅影评人都喺度屌紧呢套戏嘅，话呢套戏拍得太过复杂啊，拍得太过沉闷啊，咩都有批评啊，跟住佢哋中意睇《上流寄生族》噶，吓咁啊，佢哋就会觉得《小偷家族》好过呢套啦，咁我当时。在我心目中咧，講真，《小偷家族》咧，絕對
排得比呢套厚好多咯。我小偷家族站在视诸玉和嘅电影入边咧，都唔系第一、第二嘅，前三都排唔到嘅。咁啊，所以我即系唔系个个影评人都即系话个口味都一样嘅，唔同影评人嘅口味唔同嘅。可唔可以讲下你心目中嘅真神作？电影、电视剧、漫画、小说、动漫都得。动漫我之前有讲过咯，我好中意汤浅证明嘅作品咯，冰崩啊，恶魔人啊，等等等等，我觉得嗰个系动画嘅情形，即系动画应该咁拍啦，有想象力啦。咁啊，小说村上嘅我中意啦，跟住仲有，其实小说咧，我近排睇紧，即系我睇完啦。李沧东的那本小说叫《萧子》，哇！李沧东真是大师，不愧是大师，讲故事呢都是写得那么好，写故事都会写得那么好，所以我很喜欢，是啊，文学性极高，而且这个是李沧东呢出道的时候，即是做刚刚做导演的时候写的书，非常正的， 他的文学性是很高的。至于电视剧有很多的，我求其讲，即是说不是最好的，即係我噏得出㗎啦。劇集嘅話咧，就例如話好似Breaking Bad 嘅前傳啦、外傳啦，就係嗰個絕命律師啊。我覺得絕命律師係呢幾年咧我睇過，我覺得最好嘅劇集咯。即係以品質嚟講，成套戲嘅嗰個感覺、嗰個格調、嗰個整體嘅表現，我覺得係。各方面都是很勁，好勁，勁過很多艾美獎攞獎的嗰啲劇集咯，喺我心目中啊。跟住電影嚟講太多了，電影那些就多到講不曬，所以就不講了。聽完成哥講，又要重新上翻的士聽兩個女角的故事。嗱，其實認真的那段咧，即係我覺得。偶然與想像入邊嘅對話戲咧，如果你出咗嚟，你冇入到嗰個氛圍咧，你就入唔翻去噶啦。即係佢哋講下講下，你無端端玩下電話啊，或者係傾下偈啊，或者咩咩打斷咗，你再睇翻，你入唔到嗰個氛圍噶啦，你就入唔到噶啦。所以你一定要好認真去入嗰個氛圍。我就係認真入嗰個氛圍咧，我先覺得哇，對白寫得好正。但如果你入唔到個氛圍咧，你就覺得佢喺度噏噏緊啲咩咧？我聽唔明啊，好多廢話，係啊，睇呢個狀態啊。以前覺得《東尼龍谷》都算拍得唔錯，哇！呢套其實我仲未睇啊。Marvel 變咗樣板戲，係啊。講真，很少成哥會俾八分，遲下就會去睇，係咯。我一年俾八分嘅唔多，但係呢一套我覺得一定值。八分，我覺得值八分嘅，我覺得好好，好好，係真心由心覺得好啊，係啊，我一直覺得崩口龍教好似阿巴斯極簡嘅視聽語言，但係劇本係超曬班，唉，阿巴斯要再勁啲，阿巴斯係已經係即係話佢嘅嗰套視聽語言咧再高級啲，佢係有突破性啊，有創造性啊，革新性啊，即係偶然與想像，或者即係崩口龍教依家仲後生。即係佢可能再經歷一段時期咧，佢我覺得佢就會有突破啦，喺視聽嘅表現上面有突破。阿巴斯嗰啲再勁啲噶啦，即係佢阿巴斯嗰啲戲咧有好多咧，佢已經係革新啦。佢喺呢個形式度咧再玩啲新嘅嘢出嚟啦。我覺得阿巴斯再勁啲，不過真係崩口龍介有機會嘅，有機會嘅，期待咯，期待咯。嗰條影評人彈親套套都係好嘢，笑大人個口。你哋講緊邊個影評人？我唔知道。燃燒世界第一，燃燒瘋狂 fans 啊 ！Branding 真係當年最佳電影，係《星際牛仔》拍真人版，唔係十分期待咯。唔知點解？睇唔睇好蜘蛛俠啊？我覺得 Marvel 好似夾硬交個奇異博士嚟玩轉個時空。
但其實咁樣咧，每個系列都會加奇異博士啊，就可以出多幾集，冇咩心意。唔係啊，我喺度諗佢嗰個平行時空係點樣出嚟嘅？我睇個預告片，估唔到係用啲咁低能嘅形式分開咗平行時空，我有少少失望咯。除非佢後邊電影正片會解釋翻咯。哇！佢竟然係咁樣啊，令到個時空錯亂咗。不過我真係話都係嗰句啦，三代同堂咧，我就會期待，我就會好想睇。但依家佢唔係三代同堂，你淨係出一個八爪魚博士咧，我就還好，因為我唔係八爪魚博士嘅 fans 嚟嘅，我唔係佢 fans 嚟，我就真係還好。我心目中李滄東前三，墨陽第一，消失第二，薄荷糖第三，竟然其實薄荷糖可能係我心目中係前，唔係第一就係第二喎。薄荷糖我覺得好正，不過 anyway 啦，每個人嘅諗法唔同嘅，係啊。中意嘅方向都唔同，冇所謂嘅。有冇睇《怒火》？上個禮拜有講啊，可以睇翻啦。哇！多謝 3DNG 嘅 Super Chat， 我係你多倫多 fans 啊，唔多講，支持你。哇！咁重手，感動喎、啊！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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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佬，多謝多謝。成哥想問銀翼殺手結局。因為不是幾名，點解個 boss 最後要救男主角？同埋最後個 boss 想表達啲乜嘢？哦，銀翼殺手最後個 boss 啊，其實個 boss 嗰一段就係表達好清楚嘅，好清晰嘅，就係佢想成為人類啊。佢見到其實佢係見到人類嘅美好啊，美好嗰樣嘢，佢想成為人類。而一開頭咧。而他後面呢，他發現這個世界呢，其實還有比人類更美好的東西，是這個世界種種東西。那一刻他是對這個世界有一個重新的認知，所以那一刻呢，其實他殺不殺個男主角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他對這個世界終於看通了，是啊，看透了那一刻。所以他那段對白呢，那段對白是那麼經典，大家會一直記掛，甚至是那個自殺特工，新版自殺特工最後那個海星都要惡搞這一段台詞，就是這個原因咯。 Netflix 有沒有電影推介？肯定有的。但是今年好像暫時未有，等奧斯卡頒獎節啦、啊、即是 Netflix 它會投資一些幾勁的電影來的嘛，是啊。但依家我就仲未見到佢頭牌嘅嗰啲電影，係啊。阿晶同你 Q 人嘅最後拍得成，仲未拍，等佢約啦。啊，其實老實講，我覺得依家呢個輿論環境，似係我要 Q 人 A 佢多啲咯。安妮特十八禁，我又冇得睇。哎呀，原來你未夠清啊！咁十八禁冇得睇就唔好睇咯。点睇阿巴斯同爱情对白？阿巴斯爱情对白好似未睇，仲未睇喎，仲未睇，仲未睇，未睇过。Sorry 啊，未睇过。啊，爱情对白我系咪未睇过？我确认下先，好似，哇系喎，屌啦声，我真系未睇过。喂，不过呢个女演员，我系想睇喎。好好，感謝你推介。前幾日介紹你講解《豬八戒傳說》俾朋友睇，我又再次笑死。哎，多謝上面。奔口龍界已經超越佢師傅黑澤清，黑澤清真係越嚟越流。希望奔口唔好步佢後塵。唔係話黑澤清，前舊年啊，舊年先攞翻，終於攞翻個大獎喎。真的越来越流的，不至于吧。啊，几时剪头发？有机会，有机会。怒火被人说辱华，竟然怒火边忽辱华。成哥期不期待沙丘悍战？这套 All Star Cast 有大场面，看落几吸引，超期待，超期待。我一定要去戏院看，我一定要去戏院看。IMAX， 不用说 IMAX， 讲完。Watchmen 裡面的動畫其實講緊咩唔係太明，我有啲唔記得咗添。Watchmen 佢裏邊嘅動畫，哦，講緊嗰條友癲撚咗，跟住殺曬自己啲人。
我記得好似佢嗰個角色係隱喻嗰個法老王啊，好似係隱喻法老王呢個角色嘅。其實有少少隱喻戲中嘅角色嘅，我記得啊，因為好耐冇睇啦，到上一次睇都已經係4、5年前啦。但係我覺得佢當時俾我嘅震撼係好大嘅。點解呢類戲好少廣告宣傳？我唔知啊，有咩18禁電影推介？哇，大撚把啦！講一講同張家輝嘅見面，OK，冇啊，吹下水咯，傾下偈仔咯，係啊，吹下水咯。家輝哥佢都係微辣 fans 嚟嘅，都算係，即係好多戲咧佢都睇過晒，好多片佢都睇過晒，佢好中意我哋嘅，所以咪同我哋傾咗好多咯。佢自己嘅睇法啊，即係佢係中意睇啲 drama 嘢嘅，佢就唔中意睇綜藝嘅，就希望我哋拍多啲劇情片啊，唔好成日拍綜藝。不如講下《拆彈專家二》啊！之前好耐以前我有講過嘅，係啊，好耐以前有講過。好，咁啊，呢個咩啊？我想問下呢位朋友啊，Bruce Wayne，蝙蝠俠嚟嘅喎。我想問下蝙蝠俠啊，你問我點睇呢個咩咩咩咩導演呢？佢係咪拍聖生嘅導演啊？佢如果拍聖生嘅導演呢，大家應該就知呢，應該可以同大家講一個趣聞嘅，就係呢個導演呢，佢一生呢都想有一個最大嘅遺憾，就係冇拍到沙丘。即系呢个导演系拍圣生嘅，系沟片嘅著名导演啦，神导演啦。咁啊，佢一心有一个梦想就系想拍沙丘，佢就好想拍沙丘。点知个沙丘个版权呢，俾阿大卫林奇呢拎捻咗，而且拍柒咗。佢话好嬲，佢话我拍一定拍得好好。佢一直就想拍沙丘，佢连自己嘅剧本啊、谂法啊各方面呢。都已經設計好晒啦，但係就係攞唔到版權，就係攞唔到投資。反而呢，佢即係拍沙丘呢，即係想拍籌備沙丘呢個過程呢，拍咗套紀錄片嘅，啊，拍咗套紀錄片。佢到最後佢依然都好想拍翻沙丘，佢仲一直屌緊啊！之前嗰套沙丘就話啦，係狗屎垃圾嚟嘅，啊，沙丘唔係咁嘅，啊，沙丘只有我先可以拍到，佢就一直好想拍，但係一直都拍唔到，到最後呢。估 唔到咁多年后呢，俾阿维洛夫拍咗。即系你谂下，沙丘系前后有两个导演经手，一个就系佢啊，圣生个导演，一个著名大导演，另外一个系大卫林奇，两个都系影史留名嘅大导演，跟住都冇成功拍好到呢套作品啊。咁啊，就终于传到去维洛夫呢个导演呢度啦。咁啊，维尔洛夫，所以就好期待佢会点样完成。两位前辈都冇一个系拍唔到啦，冇机会拍到啦。另外一个咧系拍柒咗啦。反正咧就系、唔顺利咯。咁啊，所以最后咧就要睇维尔洛夫有冇超越佢嘅前辈啦。系啊，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有冇好似奔口同阿巴斯咁嘅導演推介？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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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真係好多喂！但係你要我一時講呢，我仲未醒起啊。不過我見到有一個講 Woody Allen，其實有呢個 feel 嘅。Woody Allen 嘅戲呢，早期嘅 Woody Allen 呢，佢唔單止有奔口嘅 feel，佢仲會帶少少黑色幽默。呢個係 Woody Allen 我最中意嘅地方，早期嘅 Woody Allen 嗰種才華真係，哇黐撚線，百年難得一見嘅嗰種才華，你覺得呢個人你以後呢已經係，不係呢個人喺嗰個階段呢已經係接近神啦，啊！但係後尾呢，佢就係正常發揮咯，就係、是、拍正路嘢咯，即係係啊。張家輝知唔知你屌啊？掃毒掃毒。
我又唔係屌數讀嘅，我只係話佢有啲過譽冇大家所講得咁好咯。睇下上次見霍貴係幾時？頭先咯。離開公司嗰陣時仲同佢打招呼。嗰條影評人網址，你有send過出嚟咩？你冇send，你冇send過影評人網址啊？我都好奇呢個影評人點講咗啲咩令你咁憤怒啊？前幾日睇咗 Woody Allen 嘅《情迷失控點》。又睇得幾舒服 ，Woody Allen 嘅電影風格就係舒服，係好舒服嘅。咁成哥點睇大衛林奇？大衛林奇都係一個才子嚟嘅，又一個邪典電影嘅才子咯。即係佢嘅想像力係好強嘅，係好強嘅。但係又真係非常非常，你要入佢嗰個狀態，你入到佢個狀態咧，先至可以 get 到佢表達嘅嗰樣嘢，係啊。又是一個好食觀眾的導演，但是真的很有才華，很有才華。有什麼類似營救的動作電影介紹？虎丹龍威系列，看虎丹龍威，整個系列都是類似營救這些。OK， 那今天呢，講得都差不多了。哇，講了整個半鐘又講那麼長，可能因為我真的太中意呢套戲啦，係啦，咁啊希望即係下期，咁啊我都睇下啦，香港下個星期上映啲咩？大家係咪好耐冇投票啊？你哋係想投票咧，定係我自己揀啊？大家決定啦。你哋係想投票揀套戲咧，定係我自己揀啊？即係我係都 OK 嘅。即係話我自己揀咧，我就會容易揀一啲咧我自己有 feel 嘅戲。但如果投票嘅話咧，其實又唔係唔得嘅。哇！屌乸聲！哇！屌乸聲！你哋香港上映咗《聖慾》啊，下個禮拜上映。8月29日喎，唔係下個禮拜，星期日喎，聖慾喎，我屌乸聲，上映聖慾啊！對唔住啊，如果真係上映咗聖慾咧，嗱，唔好意思啊，又要獨裁一次。如果上映咗聖慾的話咧，就我自己決定啦，我就唔會俾你哋投票啦，因為聖慾一定係啊，我最想睇嘅。我由前年大前年開始我就每年都期待聖慾嘅，所以如果真係上映咗聖慾，不過當然啦，我要睇下澳門有冇上映。澳門呢個地方好撚柒戇鳩噶嘛，佢有可能冇上映嘅，即係我見香港係有上映嘅，但澳門係冇嘅。屌你老味，係未見到澳門有，即係甚至連要上映的那些，即是即將上映的電影裡面，暫時都未見到聖慾的。你老美啊，即是澳門真的這麼差的。我屌啊，香港上映了聖慾啊，三級片來的，我想跟各位朋友說啊，如果未成年的朋友呢，就不要看了，就千萬不要看了，我想看聖慾。我見到一位朋友咧，好似喺度串鳩我喎。點睇哆啦 A 夢啊？想問導演一直以嚟個百寶袋為中心，想暗喻啲乜嘢，同埋哆啦 A 夢個角色有咩意義？你係咪專登嘅？你係擺到明係想啊串我話我過度解讀係咪啊？冇啊，冇任何意義嘅。唉，呢啲嘢我覺得係咁嘅，即係你中意咪中意咯，即係話有啲人會看到這些東西，是你真的感覺到個導演有些東西想呈現給觀眾的。那好像哆啦 A 夢那些是沒想過，個作者是沒想過，即是特別意思的嘛，所以沒必要的，這樣爭的。那你說過度解讀都可以的，沒所謂的，沒所謂的。電影本身作品就是要過度解讀。蒙娜麗莎佢可以咁多年都成為偉大嘅作品，一個咁經典嘅作品，係因為佢作為一個藝術品，
有千百种解读。如果有一日蒙娜丽莎得一个意思的话，佢就贬值了，佢就冇价值了。佢的价值就是在于俾世人有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去分析。所以呢，我亦都认为呢，这个不是指任何人，就是指呢，即是导演，很多导演呢，如果他对自己套戏，他清晰地去解读自己套戏，啊，我想表达什么意思，我这个镜头是想表达什么意思，这个想表达什么意思，他如果清晰地解读的话呢，他其实是对自己套作品不负责任的。啊，他真的清晰地挂晒给观众了，他对自己作品是不负责任的。因为我觉得一套作品呢，即是他好玩的地方，得意的地方，就是在于他可以由各个角度去解读的。如果个导演解释了的话呢，他就破坏了这样东西。他破坏了这样东西呢，睇电影的乐趣，睇你呢套戏呢，就纯系睇咯，就冇意思噶啦，冇意思噶啦，系啦。百老汇电影中心先有得睇，我见到系百老汇咯，系啦。但我唔知圣玉系唔系呢个 moment 上啊？佢上面系咁写噶，8月29号。如果真系我有得睇嘅情况下，我就会私自决定噶啦，系啊。冇办法，圣玉我喜欢，即系期待得多得多得多啦，系啊，即系圣玉喺我心目中嘅期待性咧，期待值咧系等于沙丘嘅，啊，希望大家明白，我有几期待沙丘，我就有几期待圣玉，系啊，羡慕你哋啦，香港嘅朋友咁好。跟住9月2号系上戏咯，哦，9月2号唔单止有上戏，仲有温子仁导演嘅作品，叫《恶煞》。哇，咩事啊？神仙打交，咁多人出晒嚟嘅。跟住仲有咩啊？《禁室杀戮二》，哇，咒术师战。跟住再沙丘，沙丘係九月中嘅，咁有排，咁有好長時間。聖玉期待啲咯，唉。太可惜啦，澳門真係廢，澳門真係廢。誒，唔知咧，會唔會戀愛電影館有機會可以見到聖玉咯？至於 free 界，我就應該唔會講噶啦。啊，sorry。聖玉係咪本能導演拍嗰套啊？係啊，係啊，係啊。19岁可以入去睇三級片，19岁係睇唔到嘅，係咪啊？我唔知啊。太清晰講出嚟就會變說教，係咯。聖玉香港版海報冇咗魚頭啊，好，微辣大電影嗰啲就暫時啊唔方便透露嘅，做啊都係要留少少神秘感啦，留少少懸念啦，啊，畢竟都係有少少商業機密嘅，係啦。係啦，咁啊，今日咧都差唔多啦。感謝大家一起傾咗咁耐啊！咁如果定咗下個禮拜講邊套戲咧，我到時候會提前1至2日 send 出嚟俾大家知啦。啊，可能選擇都有可能，但我真係要睇澳門會唔會上映，係啦。我想睇聖玉嘅，老實講，但我都希望大家可以提前睇聖玉嘅，即係唔排除咧有可能澳門遲啲上映，或者係戀愛電影館上映。咁我就一定會去睇嘅，咁我都反正我肯定會講噶啦，一定會講啊，所以咧就係咯，到時候再講啦，感謝大家支持，咁今日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見。